来，这个就是一个日本的医院。那它这个地方呢，没有很大。手术室，这个是血吗？好像是，血液。是那个手术的器材耶。来，那大家一定会问说，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故事？为什么会来？对。其实有，它这地方呢，有之前有因为医疗疏失而往生的一些病患，因为这个医院其实之前有发生过一些医疗疏失，然后导致一些人不幸的伤亡，就在这个医院往生。但这个医院呢，我相信大家就很好奇，太平间呢，其实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也没看到。那我为什么声音这么小声呢？因为这次拍摄是非常的危险，旁边还有民宅，所以说我必须很低调的进行，才能带第一手的画面给回去给大家看哦。然后这是他洗澡的地方，我设备就暂时放在这里，因为他有柜子哦。这个轮椅脚动的话就刺激了。天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那个消毒液，那个消毒药水的味道好重啊。天哪，味道好重。药，生理食盐水。Sorry， 因为我一定要很低调进行，因为我在一楼试着拍彩色的画面给大家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，就是我一定要拍彩色画面。来，它这是诊疗室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跟大家报告，
他这里疑似有发生医疗疏失，有发生医疗疏失导致人员在这边死亡。那在这边死亡的一个情况下呢，他就有一些怨念。那据说他们有家属有去打官司，然后呢，就告到最后，这家的人也就这样子把医院给废弃了。而废弃了，据说他们的家属还住在医院旁边。所以我这次真的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过来拍摄给大家看。那因为拍摄上面怕会有一些状况，所以说我一定要非常谨慎的拍摄。好，我现在换夜视的方式去二楼做拍摄，因为这样灯光才不会去被人家发现哦。好，也是看又是不同的感觉。那我现在把灯用得很好，我只看得到我的路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太高调，因为以前还算好进来，现在变得很难进来了哦。那其实这个呢，它飞行也很久，但是因为它位处偏僻，是最近才被人家发现的这个探险景点。那这探险景点呢，也是由社长找出来的，他叫我务必要来这个地方做拍摄。那当然，他有没有故事？有。刚刚说有医疗疏失，还有人血崩就在那边死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死的人越来越多之后，就发生一些奇怪事情。因为有一些人会跑来这里探险，他们跑来这里探险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在这个长廊上面，就有看到一个人这样走过来，然后穿着病袍这样子。他们一行人那时候晚上，他们一开始想说看错了，可是最后确定是一个病人之后，他们吓拔腿狂奔。那当然住在旁边人也被吵的，那个以前的门是敞开的，现在门都被锁起来了，我是从后面的那个门进来的。那当然在二楼在长廊上面，当然有人，他们有一些爱探险的人也有碰到一些状况，但大部分的专门都是有看到病患在这个长廊上面徘徊。那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太平间的啊，这间是院长室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夜视的，让我这边拍摄，我会很放心，因为我不会打太强的灯光，因为我刚刚在一楼拍摄，因为外面还有点遮蔽，但是我还是不敢打太强，所以画面会有点暗。那，这地方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医疗疏失到死人，因为这是一个乡间小医院，它也没有太平间，它基本上不会死人，但是它有手术室，可是有时候意外还是难免会发生。那些死的在这边的人，当然有没有得到一些良善处理不知道，会不会有怨念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然
后这个地方消毒药水的味道都非常非常的重。就好像是那个他们之前在医院的那个人的家哦，亲戚相关的家。那院长呢，我是不知道，可是我年纪现在怎么突然转不回来了呢？我的声音现在很小声哦，所以我会声音稍微再加大，那请大家多加见谅哦。对，因为我怕太大声会惊扰到旁边的邻居，那这样就没办法把画面带给大家看，有可能还会被骂。那说到病房，有声音呢。黑黑的那个，让我想到一个日本的恐怖片，那个会长出头发来的。真的，这房间有声音呢。Sorry。是我自己猜的。是我自己猜到东西才有声音的出来哦。好。那为什么这边不走下去呢？因为它是玻璃，所以说灯光很容易就透出去。导致有可能就让人家知道我进来这个地方。那为了这次的拍摄顺利，我必须做一些牺牲跟取舍。那我现在再下去用夜视把刚刚一些比较暗的地方把它拍清楚。它这个医院真的比较小，是跟彩色的哦，那待会我再用彩色再拍一次。好，那当然来这里势必要做一些感应的部分，但是呢，我选在这个地方。因为比较不会去吵到人，也比较好做沟通。我相信不管在哪里，应该都可以这样做。然后呢，烧焦的味道，应该是我的错觉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来做感应吧。机器，那这台机器呢，其实是我们的版主肖宏昌他买的，但因为我的机器叫的比较大声，他机器叫的比较小声。但是虽然今天拍摄的很辛苦，但该问的问题还是得问哦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啊，报告一下，接下来都会用日文，然后我会打字幕哈，哎。周りのなんか霊たち、すみませんお邪魔しました。この私天の前にこの機械はね、あなたたちは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方法はすごい簡単です。このセンサー触ってなんか探査機はまあすぐ反応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よね。もしその後の質問はね、はいなら触ってください、いえなら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じゃあ、最初の質問。
私たちなん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たいんですか？したいなら触って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この病院亡くなったの患者さんたちみんなはね、まだこの病院残っていますか？残っているんなら触って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じゃあ就是，車椅子はね、上誰が座っているんですか？いるんなら座ってください。いないなら座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这个回复还蛮那个的哦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じゃあ、因为我那个轮椅我还蛮 care 的。じゃあこの病院の院長さんはね、亡くなったんですか？亡くなったら座ってください。反応はないんですね。じゃあ次、いや、診療室の中にの一つのベッドは診療台あるみたいな感じでも、上はね全部みんなの G ですよ。なんか G みたいな感じ、 G かなって。あれ、あの人は亡くなったんですか？ G のあれる人は亡くなったんですか？亡くなったら座って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邪魔すること大嫌いですか？大嫌いなら触って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大嫌いよね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私あと一つの機会があります。同じ探査機ですよね。できれば私その後はね、機械使ってまだ少し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ましょう。现在再用这台机器跟我们做沟通一下哦。那小弟想要跟我们请教一些问题。那接下来用日文哦，就是すいません。こっちの霊たちはね、恨みがありますか？あるなら発表超えてください。そこなんか
私こっち来る撮影、私こっち来るのことは大怒りましたか？怒ったんなら800超えてください。いやー、これちょっとやばいですね。私のことはね、大変、もし今1000超えたら私今すぐ帰り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私、はい、私のこと大嫌いですか？帰りたいですか？お茶の人ですか？お茶の、お茶のしたら、お茶のしたら1000超えてください。私のこと帰りたいですか？帰りたいなら1000超えて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没有能量了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たくないですか？したくないなら500超えて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うん、私たち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たくないですか？したくないなら500超えて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超高額じゃん、高等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すいません、お邪魔しました。はい。